黑白不分的动荡年代。我是卖米的，为什么要拿那么多钱给你？庄老板这种态度，就是不想警民合作吗？道德沉沦、利益至上的社会中，我警告你，不想你老婆有事，你别胡说。我知法办法，你有证据再说吧。你要不要脸啊？你是个警察。受贿犯，这是人命啊！你的良心去哪儿了？坚持良心，究竟要付出多大的代价？收归华，就在晋阳戏剧台。